深深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光阳之下。在这个未来水世界，幸存下来的人们生活在被称为人造岛的漂浮堡垒上。他们当中无法勇敢的探险家，为了人类的延续而努力寻找着传说中地球上的最后一块陆地。可是海上的恶霸迪肯和他的恶棍军团决心要抢先找到那块陆地，在他的阻挠下，出去的探险家都有去无回，直到今天。老曼，发生了什么？是个女人，好像是，是海伦。快点发报警信号，打开大门。
就。哇，打空门！先来个正式的自我介绍，我是迪肯。你们刚刚谁捡了我的球啊？啊，来看呢，快看呢，我的球让那个小家伙捡走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留着它可能还有用。把我的球杆收好。我的子民们，迪肯，你看到了吗？这里没有人是你的子民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们。你们说对不对？让他给我闭嘴！
天的吗？把坏人给我抓回来！这群笨蛋是谁教出来的？哎，老大，这是你教的。闭嘴！忙你呢！快点给我修好！哎，海伦也逃跑了。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